击右上角关注，你不会后悔的。今天媒体曝光宣称英航大球员陈泽鹏，后者将与经济形势加盟。陈泽鹏现年23岁，40左后卫，多次入选国青，曾是广东省省队主力，多次入选国青，效力广州恒大。陈泽鹏的加盟将给北体大的边路带来更多选择，其实力可期。同时由于租借，因此未来还有重回恒大的可能。图片来源网络声明，本文章仅代表北媒观点，北媒力求内容准确完整，但只有出处以真实情况为准，北媒不对因使用本文章而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文章最终解释权归本公众号和文章作者所有。